这么一回事，可得得问你，无男不爱的女人家有我，他的人生我的念头是不离人的。是你们把我们给解决了，我自己给我自己倒碗水喝，这儿的空间没什么新鲜，就像我对你们的爱情里没什么秘密一样，我也希望你们对我们的爱情里没什么秘密。